是小华，我们今天要来一个活动，叫做酒精路跑。我们玩的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猜拳，赢的进去选酒，然后最输的要喝一整杯，然后剩下的大家平均分两喝。那我们现在先开始猜拳吗？好，我最赢，好不好？谁最输？我啦。各自选酒。渴了。看一下。我们决定要买这个当第一站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所以呢，第一站就要强一点的，好吗？好错啊！输家，我先来决定他要喝多少的呀。满杯，直接满杯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当然是满杯了。我输家这么会喝酒的，我知道你会太瞧不起他了。他口渴了。对啊，你是不是一整天没喝水了？是不是一整天没喝水了？最好是哎。啊，够了。我剩下大家平均分。这纯喝真的不好喝哦。来一点。结果大家都很想要喝啊，是怎样？干杯！来，干杯！第一站。谁跟你在干杯的？不是边走边喝吗？好，走。现在到第二家了，希望我能当赢家。你永远不会是赢家。好，喝完了，认证照。喝完了，剪刀石头布。不是吧？你要这样吗？这是输家吗？剪刀石头布。啊！好，我要剪。阿毛又是最后一名。来。没有，我很渴啦。怎么又是你？我有点渴。真的吗？嗯、好。科尔必斯很好喝。超好喝。还挑、哦。我们的优异很好喝。我不能影响那个赢家的思想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表现了啊。来吧，我们第二波选的是啤酒。好，来啤酒加两瓶就对了。来，你跟来，长岛冰啤。OK， 长岛。我先给输家。这你应该就稀松平常。OK 的，太有多骄傲。对啊，谢谢，诸多的希望。那个泡给他吹一下，给他满满的。表面低调。干掉，没有干的意思。好喝吗？还不错，真的哈。然后这一家都输家的，我们都倒完了，现在都你的，这一瓶都你的。哎，你慢慢喝啦，我先不要干杯啊，走。走，下一站。好，你们要去哪？来，伸出你的手。来，跟我一起喊。进点。交。剪刀石头布。输家是哪几个？你是输家吗？当是输家。好，来吧，进去吧，你们。拜拜。我赢了。这太小了。这怎么符合我们的程度呢？对不对 ？OK。我的程度。OK， 你挑。不是程度，但是起跳啊。好，走。对不对？好，走。当当的脸已经有点红了，会不会在这一站就爆掉了？不可能。好，哎，记住他这句话，不可能。不可能啊！下一秒的画面。AK 上海酒神，不可能。酒神是不是？来，这太少了，应该要再多一点。来，全部给他是吧？兄弟，帮你喝一点。还没啦，没有要倒完。这里，我喝比你还多哎。好 ，OK， 全部了啦。哇！为了兄弟，两杯一起一样。God damn！ 一起喝。我们两个不会打。来，我们两个导入上，记得扶我们啊。我突然觉得这个味道好重哦。我们加点水。好重哦。加点水。他不行。要不要加水啊？可以哦。来，跟他们加个水。不，真男人加什么水？我不是真男人。好。真男人是不加水。好，来喝掉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是到下一家店喝完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改。我是路理性饮酒，理性饮酒。恩熙俊教我的理性饮酒。好，加水好一点。好，下一站。OK， 下一站。Piece of cake。OK， 好。现在预测就是说，谁会最先挂，然后我们数到三一起指那个人。好，一二三。小孩真妙 ，OK。我觉得他先挂，我有点想对，因为他快不行了。好啊，快不行了，你不是都喝工业酒精的吗？哇，工业酒精，糟了。好，那就他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几间啊？但，哇，我们刚刚又裂，
然后又啤酒，然后再烈，这间冰火了吧？有点窒息行不行？超过五磅我就不喝了。我们再喝好喝一点的。好，甜酒，甜酒。刀石头布，呜呼！哇，赢家，爽啊！又是当当，又是你当当，挑好一点，还行吧？啊，错。哎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哎，我给那个赢家一个建议，挑这个怎么样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那等一下可能要送一哦，整罐喝掉了。等一下要送一哦，那我们没有人要喝哦。来一瓶就直接给苏家啦，只一瓶啊。这还好啦，这还好。是你要决定，好，你决定还是你要倒满？一瓶，真的吗？好啦，倒满了，倒满了。真的吗？真男人怎么讲这种话嘞？我们看不到，你要喊停啊！再来，好停！你知道这对我来说什么？什么？水啊！空气。哇！跟呼吸一样。幕后口渴了吗？哇，好香哦！这个感觉很好喝哎，这很好喝，可以喝一口。我觉得你可以喝一口，喝一口，这真的很好喝。来，幕后，来一口，给幕后一点福利。这个叫福利。还有茶叶蛋。我输两次了，你说还好？我跟你讲，等下如果输第三次，怎样？好走，我就回家。刀石头布。啊！你挑酒，挑酒，够。猜输了，该想怎么样？没关系，小 case。哦，小 case， 不怕。不怕。五八高粱都出来都不怕吗？真的吗？对。有点害怕。不是说不怕。然后买两瓶哦，那个还好了。哇，可以。这是金色山脉的蜂蜜啤酒，然后这是葡萄的。开瓶。我老板开金色山脉的啦。真的？我讲这个吗？然后打赢家给赢家给输家，本条，我们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不要妨碍人家做生意啊！这应该很难喝，这怎么样？葡萄蜂蜜味，好喝吗？好喝。来，输家给输家 ，OK， 这都你的，好，它可以吧？味可是没有甜。哎，葡萄酒，它是。从现在我们这边开始就是30秒一家，超商。你以为台北很多吗？我们新竹饼更多。好，在不是超商，烟酒贩卖局。看到有卖酒的了，好不好？专业哦，但是我们不抽烟哦。剪刀石头布。我最赢。剪刀石头布。天哪！小杰。我们要挺台湾货，金门高粱 ，OK。那能不能做享誉国际的一个品牌？好，没问题。这个要金门烧死他。三十八度还好啊。对。太低了是不是？那就58好了。38度。没差，反正输家不是我。输不是你。38，金门高粱。好。来了，倒酒啊。我们应该买个水泡。现在喝完高粱，余下一家只要30秒而已，怎么办？我要一吸吸。加油！这个哦，太扯了，他一定会死。可以哦，这个干掉。有啊，小杰，当爸，真男人，当爸就不一样哦。要当爸的人不一样。我们要第六间啦。太近了啦。不用转场哎。太近了。拜拜。阿爸。这一局必须要休息一下。输了，他输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要让你吐。他输。哎，不要再烈酒了，很可怕。超酒 ，Let go。挑好喝一点，两瓶也没关系，好吧？挑好。我觉得我们先 take a break 一下，不要那么累，休息一下。哎，那个烈酒区在哪？他想喝葡萄酒之类的。我觉得他这个人现在最近。性功能也不太好，需要补一下。哦，是很热哎。啊，你要买雕一下，来我们 take 一下。这三支小那个，各位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喝？帮我留言一下。
但我看这个卖相来说，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。嗯，大雕要人，而且它有个雕字，感觉就很厉害。嗯，可以哦。OK， 那就这个吧。作家，我要看你的。我已经喝了一点了。哦，好，这个味道好重哦。人生味超重的。是不是？干。对啊，为什么你的是水？因为我套水啊。鸡巴呀！这完全是水啊！上海酒神。找厕所，哎，下一间有厕所是不是？上海酒神嘞，妈，全部都是水，你骗谁啊？我演啊，你弟是不是这样啊？你还清醒？我喝很多哎、欸，他脸都还没红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强、欸。我喝酒脸不会红。可是你感觉还是清醒。哎，不要。给他不要！我们先来个仪式性碰拳，好不好？来，来 ，Go！ 黑白，白！最输！这场休息好不好？两个醉汉。我买这个好不好？水蜜桃。甜甜的。哎，喝看好不好？喝啊！两瓶，好 ，Go！ Go！输家是谁？对，蹲着的那一位，不错哎、欸，就是哎、欸，来，大家来分，大家来分，好，大家来分。还没有纸杯。你泡两个，套一下，泡两个。嗯，套一下比较安全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下招牌动作。招牌动作吗？那个七龙珠的合体。七龙珠啊！这故意的，这故意的，你故意的。我们来数只，一到五只，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输，输家，耶！我们，啊，终于赢了，赢了，你终于赢了，终于赢了，一瓶的，一瓶的，男的，两只，好，赢家决定，是哦，男加油，赞哦，男直接一瓶啊。台湾货，我们台皮。哦，台湾之光。呜呼！那我来看。到我，我已经好办了。你在这边还有一个。你自己还有一点，快点。对啊。啊，他自己也是一个。你怎么搞得跟狮子一样？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陪你走啊，我们都陪着你。对，我陪你来喝。来，干杯。哇！啊！不要偷家，你不要偷家。对，这一段一定要加进去。第十家，最后一家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家。哇，他们也很不公平的说我没有输过，所以让我直接当输家。频道应该可以吧？频道直接喝，OK 吧 ？OK 吧？正常的。我们来一个有 sense 一点的结尾。脚平好，脚吗？脚平。好，日本的脚 OK 的，40度。还要清冰。够，就这个了。可，哇 ，Hello man， 你真的假的？这是三十，凶起来，我们就是凶起来。Go， 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没人吐过，其实我们都很能喝的。就我最不能喝啊！我靠，我家一瓶啤酒就挂了，所以你要挑战极限了。好了，我们干杯，最后一家干杯，好不好？我们对频道数点尊重，好大了，冬瓜茶，好，冬瓜茶，来给他一点。我没有那，我顺便再跳的，好不好？你确定吗？不跳 ，OK。你刚刚当，你刚刚已经倒过了吗？少剪接哦，你要不帮我倒，你再一半就会后悔。OK， 说了不跳就不跳，不跳，直接干了。最后一家，来，我们数到三，最后一家，干，数到三，离他杯近一点。好了，大家一起干！一、二、三，干杯！干，新年快乐！干，直接干到底 ！A few moments later。I got funded in excess. I got love in excess. You cannot fuck with my set. Whip 120 right off the jet. Off the jet. I got funded in excess. I got love in excess. You cannot fuck with my set. Whip 120 right off the jet. I got hundreds in excess and a set of a hose glow show. None other better than juice. I hustle finesse. I got hundreds in excess and a set of a hose glow show. None other better than juice.
你刚才讲什么？你刚才讲什么？学生们要小铃铛啊！耶！要讲这个吗？拜拜！拜拜！See you again.